夏薇正在处理那个摔着头的那个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教练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 快点坐下，我能走。快点坐。啊。哦。教练，我这。教练，不仅仅是智障了，我们的维修人员正在抓紧修理。另外那部门是优先保障重伤重病这些没有办法行动的病人。如果大家不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走楼梯的。谢谢佩恩。对，但是我们没办法抓紧，正在修理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的维修人员正在修理。 教练，要不然上来，背你上去。别，教练，我能走。闭嘴，让你上来，快点。教练，我挺重的。抱歉。 真够沉的，教练，我自己上去吧。别晃，上来。